圣香地，跟天主教的不一样，因为在天主教完全有各位贵宾，这个最高在俄罗斯最高的圣香地，都有点崩溃。这是一个人雕刻的，首先他雕刻椴树，然后镀金这个椴树雕刻的花纹，所以各位贵宾就是一个人制造的。那穿花布，或者穿花石布做外衣。包括皇帝在内，所以在这边你们会看到皇帝的护林在那边，皇帝皇后站在那边。那还有各位贵宾，神像壁，左手边东正教的神像壁，左手边一定要有圣母牌子的神像，就在里面。圣母跟小耶稣，圣母玛利亚跟小耶稣。看那边的耶稣神像，耶稣的神像，耶稣穿的衣服都是。就是传统的沙皇的俄罗斯的沙皇的古老的衣服，对那个衣服，各位这边叫耶稣沙皇。还有各位这边，现在神像地跟其他的神像地方有点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其他的，除了圣母牌子、圣母耶稣沙皇那些两个神像，其他的神像代表俄罗斯的皇帝的，还有女皇的名字。有圣保罗，有圣彼得的神像，一通看欧洲，所以各位贵宾，所有的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，都可以了解。那各位贵宾，德国有一头鹰的国徽，所以我们的制造外语。Of course, repeated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, but.各位贵宾，第二排壁后边的一块最后的分母，就是凯撒琳二世跟彼得三世他的丈夫生的儿子保罗的墓室，旁边是他的皇后玛利亚。那各位贵宾。